首先中国的黄豆跟大队这两天争取的胜利，然后其次呢，我感谢我的队员，在面对跟大队面前，他们敢于去拼搏，啊，有勇气，有胆量，在场上，我们就说每一个角落，在每一个位置，每一个球进行竞争。那么应该说，我们在来到恒大之前，球队确实是处于比较困难的期。那么大家希望我在场上中间能提升的信心，提升自信，能把以前这样的一些自信找回来。那么通过今天的比赛，我们可以看到队员们在战术纪律上面，在战术纪律执行上面，在整个比赛中间的对抗中间，他们给我展现出来应有的这样的一个精神面貌和气势。那么从技战上面来，我们自己的防守反击也是打得非常的好，只是在某些细节方面没有处理好，导致比赛失利。再次感谢我的队员，也感谢到上海申花球迷，谢谢大家。我们这段时间确实碰到困难，那么罗梅罗来跟队以后，今天吃完午饭以后这个呕吐，来到这里休息室里面还在呕吐，那么经过短期的治疗对于应该处理还是没有缓解这个状态，就是说肠胃上出现问题那么这是非常可惜的。本来是在我们自己战术里面他可以在下半场发挥他的特点的，那么由于这样的一个突发事件他没有进入18人名单。那么同时呢，就是我们在确实在首发里面这个3-1-2-3呢，我之前就讲过我只要我带领申花，我不会做形式，我一定会大胆的给这些球员给他们机会，即使在同样的情况下，只要是差不多情况下，我还是会用1-2-3的那么大家看到这个1-2-3的球员后面的朱晨杰、郝朱晨杰前面的那个刘若凡，三十号刘若凡，还有右边的徐有刚，他们在比赛中间都发挥得非常出色尤其郝朱晨杰还有那个刘若凡两个人，一个在防守端，一个在进攻端，都表现出展现他们应有的这样的一个水平。我相信他们在慢慢的联赛里面，他们肯定会更加出色更加的好，所以说我还是会坚定的使用他们。